说什么？野孩子，你是在求我吗？没人告诉过你，求人的时候应该跪下。你没有什么错，我来，不要伤害我的女儿，谢谢，不要跟她下跪，不要跪，我跪，不要，不要。阿姨，不要你跪的，让你爸爸我爸爸好不好？谢谢。文乔，只要你消失，陆太太的位置就是我的了。爸爸，你在哪里？我救我妈妈。妈妈，妈妈没事。妈妈，那我们怎么找到爸爸？你爸爸身上有一块跟妈妈一样的玉佩。先记住了，带着玉佩的就是你爸爸。爸爸，你救我爸爸，怎么去找的爸爸呢？爸爸。다음내용은리셔트에서확인하세요。